酒温情甜，把酒温情甜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。臣王安石参见皇上。朕请你来是想与你说一声，朕要用苏轼为御史。皇上为何想起此事？朕读了苏轼的奏章，见买花灯状，竟不觉热血为之沸腾。苏轼岂但有满腹的文章，更有一腔孤忠。朕不能将这等良臣置于朝堂之外，朕要免去他开封府推官之职，用他为御史，卿以为如何？皇上知道臣与苏轼政见不合吗？这有何妨，苏轼也是一心想要富国强兵的，有他在朝，有他在朝好整日挑剔臣的不是，挑剔新法的不是。能挑出新法的不是，也并非坏事。恕臣直言，皇上召臣回朝推行变法革新之际，臣便说过，皇上用人须专，若用人不专，必然诽谤丛生，异议纷呈，则朝堂势必将变成喋喋不休之地。当时皇上曾亲口允诺用人必专，不料变法不到一年，皇上便御用苏轼撤臣之肘，眼见变法将有始无终，请皇上恩准，
道臣辞官还乡，让苏轼来推行他的循序渐进吧。本县奉皇上圣旨，实行新法，各地皆雷厉风行，唯有尔等三个乡镇民俗刁顽，拖拉抵赖。今日本县前来坐镇，将青苗法按户落实。大人，告示上写得明明白白，借钱不借钱由人自愿，我家尚能糊口，不想借钱付利息呀。什么话？支付利息与官府，官府拿去修桥铺路，抗击入侵之敌，利国利民，有何不好啊？你家有钱，更要借钱才对呀。大人，我愿意借钱，只是我要多借，什么十千八千的小钱儿，我借来无用。借多少？至少要借二三百两银子。你看，师爷，他为何借许多银子？这你都不懂，你想想，官府的银子半年两分，他把银子拿去放贷，可收五六分。好，本县便借与你三百两银子，只是半年的利息嘛，有两分，增至三分，啊？三分就三分，我借了。大人，小人没法活了，愿借官府五百钱，以渡过难关。你借了钱，连本带利，还得起吗？还不起，还有一条命吗？你的命，你的命，本县要它何用？不论何处，人皆有贫富，不论贫富，都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。贫户借钱，将由富户担保，日后贫户还不起钱时，将由担保之富户代还。若有富户不愿担保者，本县便将其田地房产实际一成没收入关，否则本县将以抗旨论罪，严惩不贷。就为此事，凤翔府属下有几个官绅联名状告胡大人与我俱行新法，违抗圣旨，故而我不得不来呀。这青苗法写得明白，借钱不借钱由人自愿，你们按朝廷规定实施青苗法，有何过错？如果天下官吏皆入你我，也许变法真能拯救大宋，也不会有人向朝廷告我们的状了。可惜呀，大宋的贪官太多了，听说有些地方推行新法，强行摊派青苗钱，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呐。实行青苗法，强行摊派，南方北方大多如此，而到期无力还债的穷人也只有逃亡。原来一些富裕的农户也因替人担保而破产，卖田地者，卖妻儿者，投河悬梁者数不胜数。藏官们中饱私囊后，将部分银子上交朝廷，朝廷还以为他们推行新法有功，还给予奖励。你们不摊派青苗钱，也不强迫富户担保，
赃官因此不能谋取暴利，他们怎么能不怨恨你们，告你们的状呢？凤翔官身的联名状若是落到王安石手中，也许我们便会身首异处。我要把凤翔的实情奏与皇上，把各地推行青苗法的怪事奏与皇上。我要对皇上说，不论什么法都需要清官量力，若是让赃官执法，再好的法也会变成很坏的法，十全十美的法也会变成祸国殃民的法。皇上要变法，需先有防止和惩治赃官之法，须得将赃官清除干净。我即刻去写奏章，子由，明日早朝你先面奏皇上。启奏陛下，自新法实施以来，有的赃官违抗圣上旨意，坏我朝廷名声。以青苗法为例，南北各地皆有赃官勾结乡绅，以高利谋取暴利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您这是诽谤变法。要求惩治赃官并非诽谤变法。苏青，说下去。变法本身无可非议，臣以为好法也需清官量力执行，若让赃官实施，就是十全十美之法也会变成祸国殃民之法，故而为保变法顺利实行，需先有防治和惩治赃官之法，否则有些赃官便会借新法而舞新弊，肥了自己，害了百姓。哦，王相国，下面果然有此情况。启奏陛下，历朝历代推行变法革新，总有不尽人意之处，何况我朝变法还不到一年。朕变法决心已定，惩治赃官也需同时进行。启奏陛下，为有效惩治赃官，严明政纪，臣举荐苏轼为监察御史。启奏陛下，为革除旧制，推行新法，臣举荐谢景云为监察御史。启奏陛下，谢景云与王大人之兄弟，乃儿女亲家，不宜占据建台。王大人执掌朝政，应自知回避。启奏陛下，臣赞同司马大人所奏，为御史者应系忠直之士，苏轼堪当此任。谢景云为官多年，毫无建树，才德不备，何为御史？启奏陛下，臣以为凡是拥护变法之人都该委以重任。拥戴变法革新便是最大的才德，所谓拥戴，实为群戴，便是群戴又怎么样？古人有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避仇者，谢景云纵然是我兄弟的儿女亲家，我也无需避嫌，只要他拥戴变法，我便要举荐他。启奏陛下，启奏陛下，启奏陛下，启奏陛下。嗯，苏轼与王相国政见不合，为了变法，且让谢锦云为御史吧。退朝。爹，您曾说苏轼不在朝堂便不碍事儿，可他借苏辙之口，差点坏了您变法大业呀。哎，有什么法子？他兄弟俩的文章口才，皆如苏秦张仪之辈，其奋激之情足以焚化铁石心肠，其煽动之风足以动摇三山五岳，其雄辩之理足以使人闻之信服。哎，皇上常为其文章所动啊，可惜呀、啊，他二人不肯为我所用。不然，哎，爹，苏辙身后有苏轼，应尽早将苏辙赶出三司。哎，今日朝廷舌战，英兄，您还是赢了。
如今御史是我而不是他。不过义兄，有道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得想个法子把苏轼弄出汴京才是。弄出汴京容易，要他沉默却难呐。只要他手中还有一管笔，把他弄到哪里，他都可以写出奏章呈与皇上。那就找个茬趁早把他给杀了。混账东西，事无大小你都没个正经的韬略，尽出些卑下的主意。哎，不知前世我做了什么孽，竟会有你这么一个儿子。哎，总嫌你儿子不好，过些日子你就知道了，儿子才是顶梁柱。哎呀，贤侄啊，我有个主意，保准能把苏轼弄个半死。什么主意啊？苏轼回四川葬父，不是从水路坐的船吗？是啊，我去把那个船老板找来。全家回四川的吧。是是是是，他要装两口棺材回四川，我的船呢，是我运的。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不敢乱说，不敢乱说。那你起来跟我走一趟。好，你要我去哪里呀？你发财的机会来了。走。丁老爷，凤翔府书吏王东前来求见。哦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张家二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少爷，您说过，我要是在奉贤不行了，就来跟着你。你怎么不行了？奉贤知府胡允之与知县马辉违抗圣旨，至今不肯认真推行青苗法，故而几个县的官绅联名写下辞状，要我送来给您。哦，先住下吧。啊，是。妈妈，蛋糕一点儿。哎，真好玩。哎，妈妈，再蛋糕一点。抓好了啊，别掉下来。好。哎，真好玩。小妹，
快读书去，待会儿背给妈妈听啊。哎，去吧。嗯。慧哥，听子瞻说你是悄悄从凤翔来京城的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为奇妙法之事，我可能获罪于朝廷，趁此机会我须得说说你与大哥的事。哦，我与子瞻的事儿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嫁了大哥并不快活。辉哥，我只要能抚养好麦儿，伺候好子瞻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养好麦儿，伺候好大哥，你就心满意足了吗？难道你不想让他疼，让他爱，不想让他离不开丢不下，就像从前对你姐姐那样？我比不上我姐，我配不上她，她不会对我像我姐姐那样。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大哥如今缺的不是乳娘，而是爱妻呀。你姐姐是个很好的女子，你也是个很好的女子，你一定要做大哥的爱妻，不要做他的乳娘。小妹，你明白吗？你和你姐姐一样，都是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子，你可以做大哥的贴心人，为大哥分忧，做大哥的贤内助啊。凤翔府有十个县，半年才挣得青苗钱95两银子，别的地方一个县半年就能向朝廷交青苗钱950两银子，可见凤翔府违抗圣旨，欺哄朝廷，拒行兴法，故而几个县的官绅联名写下辞状，状告凤翔知府胡允之与知县马辉。辞状在此，请相国作主。小弟吉凶未卜，不知能否再回到南园，因此小弟决定帮大哥与小妹做一件事，这件事也是大嫂您的心愿，大嫂不会怪罪小弟的，是吗？惠弟，我的好弟弟，大嫂。
少爷，您叫我。你丢了差事，到汴京来递状子，这是朝廷给你的赏钱。啊，多谢皇上。你明日启程，到杭州去吧。杭州，杭州在南方。二少爷，何不让我留在？苏轼与胡运之、马辉的交情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知道。苏轼在开封府做官，你在他的眼皮底下，就不怕他收拾你？杭州有我的朋友，这是我写给你的举荐信，把钱拿出来吧。哎，给。这是20两银子，足够你到杭州安家了。多谢二少爷。为何要打发他走啊？我不想让苏轼知道这小人在我家中，况且我还需防着他日后反咬我一口。哼，说来说去你还是惧怕苏轼。你懂什么？皇宫里还有人宠着他呢。明日一别，不知今生有无相聚之日，有几句不当讲的话，小弟也想对大哥讲讲。你我情同手足，还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？这谁把房门锁了？是我把大嫂子这套房子锁上的。这是为何？大哥，下面要说的话便是那不当讲的话了。大哥，你说为何大嫂一定要让你娶小妹为妻呢？我想是她们姐妹情深吧。大哥，你错了。要做大哥的爱妻，爱妻呀！你再不能把小妹当作妹妹了，她是你的爱妻，爱妻呀。
还记得我们去凤翔之前在书房里说悄悄话的事儿吗？嗯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启奏陛下，日前臣送来的凤翔府官绅联名状，陛下可曾阅过？阅过了。凤翔知府胡允之与知县马辉等人违抗圣旨，拒行新法，当严惩不贷。好了好了，此事朕知道了。启奏陛下，臣近日查看京东各地，见各处推行青苗法具有强行摊派之弊，更有甚者，城市中并无青苗，却强迫市井小民借贷青苗钱。王大人，在国有此事？城市中并无青苗，也放贷青苗钱？启奏陛下，如能增加国库收入，便在城市中放贷青苗钱，微臣认为也可。那就不叫青苗法，改叫官府放债。官府不放债，穷百姓也会借债，与其让高利贷者赚取大利盘剥百姓，不如让官府放债赚取小利充盈国库。自古以来哪有官府放债之理？你好了好了，
你们不要争了，朕都知道了。启奏陛下，今有秀林知县李婉渊来向陛下报喜。报什么喜？该县自推行新法以来，政绩斐然，就青苗法一项，半年即向朝廷上缴历钱银子2000两。请皇上宣他进殿详奏。好了好了，你已经奏明了，无需他再上殿奏了。陛下，凤翔县拒行新法，不予惩处。秀林县例行新法，不予嘉奖。如此行事，只恐变法革新难以推行啊。不必性急，请容朕三思而行。陛下，新法已公诸天下，施行也近一年之久，陛下为何突有三思而行之说？自有苏轼两道奏章，立臣推行新法之各种弊端，朕难道不能三思吗？启奏陛下，苏轼与臣政见不合，其反对之言不足为怪。可是前相国韩琦也连上几道奏章，即言变法操之过急之害。韩琦辅佐三朝皇帝，所行居士旧法，他懂得什么变法革新？启奏陛下，陛下既然对变法革新尚存疑虑，那何不派出八路巡查使往各地查访，以供陛下决策？启奏陛下，此举万万不可。有何不可？八路出巡，浩浩荡荡，小民见而生畏，当官见而有备，小民不敢说真情实话，当官则可弄虚作假，其结果不仅空费朝廷资财，更会因骚扰百姓而落得怨声载道。从前朝廷也曾有过类似之举，派出巡查之人趁机到处搜刮聚敛，中饱私囊，回朝后又替当官遮掩，编织谎言迎合上意，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，望陛下明断。启奏陛下，苏哲所言极是，臣请陛下慎行。陛下，韩琦远在河北，苏轼近在开封，两人地方不同而所见相同，真可谓不论远近，变法之弊如出一辙。难道陛下认为韩琦、苏轼二人的话不足为信，而别人反比他们更为可靠吗？这，陛下，臣奉诏推行新法，却每每举步维艰，皆因朝堂之上有阳奉阴违、欺君抗上之辈。三司检相官苏辙便是此辈中人，他身在推行新法之三司，却每每阻挠新法之推行，故而臣决定当朝撤去苏辙之官职，并不再录用。王大人如此专横武断，听不得半句逆耳之言。老臣在朝，已难为陛下效力。臣请辞官还乡，祈陛下恩准。朝堂不容忠谏之事，臣已请求辞官还乡。陛下，容臣辞官还乡。
亲且先帝旧臣，朕之狗公，岂能让众卿离去？陛下，一朝无二法，是继续推行新法，亦或改行他法，请陛下裁决。陛下，若改行他法，或复行旧法，臣已不能立身于朝堂，请陛下恩准，容臣辞官还乡。相国，陛下，容臣等辞官还乡。召臣回朝，决定用臣变法之计，臣便说过，皇上用人须专呐，实事求是，循序渐进，容孩儿试一试吧。言忠谏无罪，但不宜再任三司检刑官，你到陈州任学官去吧。谢陛下圣恩。朕变法革新，有进无退。孙觉，出知广德军。吕公柱出知颍州，陈香出知潭州，赵辩出知杭州，你们去吧。谢陛下圣恩。范大人，司马大人，朕王二卿留任。臣去意已决，其圣上恩准。陛下，臣去意已决，留也无益。
生前不。